这什么呀？你让我做酒店可行性报告啊。结合东海的情况，再加上去上海考察的那些酒店的信息，我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。你看，格式都是按照你给我的教材里做的。只是有些地方吧，我还没有理解的特别透，所以这次过来，还想请你指点指点的。 梁寻，我不能跟你合作。酒店的地方我都选好了，就在市中心。梁寻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啊？就为了梁思申吗？你为他，咱换个办法行不行？我帮你啊，我保证，你别跟这四星级酒店较劲了，行不行啊？我不是为了他。那你为了谁呀？ 真烂的官命！啊，荆州外地的技术员都是这么活的。现在想想啊，我错了。没错，荆州的人的确都是这么活的。可你不应该啊，就荆州那滩死水，他困不住你，你都已经逃出去了，你得有自己的活法。你不能再走那荆州人的老路。离婚呢？ 我不是没想过，但你说离了，小尹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他一个人回到荆州，先不说那些闲言碎语，就是正常的生活，他都维持不了。还有我爸妈，他们都快70了，他们也接受不了。你这个人呐！ 看着硬气，其实啊，其实什么？矫情。啊！那你，我不想离婚。我还能坚持。